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任性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很任性，希望你们喜欢，喜欢点赞、评论还有转发，谢谢。一个人很寂寞，另一个很洒脱，谁先放开了手？当初却没有说，因为感受到你那跳动的脉搏，也曾觉得分分合合没什么了不得。一个人的拥抱能转一个寂寞，简单温暖生活一万次的承诺，天涯路太遥远，谁会相伴走过？掉过幸福的人群后，我一起唱情歌，很任性相爱过，很任性的执着，很任性的以为自己放手时很洒脱，很任性掉眼泪，很任性的哭着，很任性的拥抱有多难得。频道是19439，早上9点开播，晚上8点开播。喜欢的话可以来看看我哟。一个人很寂寞，另一个很洒脱，谁先放开的手？当初却没有说，以为感受到你那跳动的脉搏，也曾觉得分分合合没什么了不得。一个人的拥抱能转一个几个，艰难温暖生活一万次的承诺，天涯路太遥远，谁会相伴走过？丢过幸福的人，请和我一起唱情歌，很任性相爱过，很任性的执着，很任性的以为自己放手时很洒脱，很任性流眼泪，很任性的哭着，很任性的拥抱有多难得，很任性相爱过，很任性的执着，很任性的以为自己放手时很洒脱，很任性掉眼泪，很任性的哭着，很任性的拥抱有多难得，很任性相爱过，很任性的执着，很任性的以为自己放手时很洒脱，很任性流眼泪，很任性的哭着，很任性的拥抱有多难得，很任性的拥抱有多难得。